小米笔记本 15.6 英寸白色版性能怎么样？小米笔记本官微宣布将在22日推出一款 15.6 英寸白色版笔记本，售价是4599元，比黑色版贵了100元。外观上延续了无 logo 简洁设计感，采用金属上盖，整机厚度为 19.9 毫米，通体纯白，具备独立的数字小键盘，双3瓦大功率音箱。从官宣照片上看，这款笔记本依然没有采用超窄边框设计，屏幕上方保留了网络摄像头。规格方面，该笔记本采用了 15.6 英寸 1080p 显示屏，搭载第8代英特尔酷睿 i5 处理器， 8G 内存，搭配 MX110 独立显卡，2GB 显存，提供 128GB SSD 加 1TB 机械硬盘。此外，小米笔记本青春版搭载双风扇散热系统，内置双风扇双出风口，搭配2+2热管布局，保证持久续航和性能发挥。接口方面，小米笔记本青春版配备3-in读卡器、 USB 2.0 千兆网口、 HDMI 接口、两个 USB 3.0 耳麦插孔、投屏无需转换器即插即用，